bus. 鸭子家的是火案。哇，你好，我是拉布拉多警长。救命啊，拉布拉多警长，我是鸭子奶奶，我们这里失火了。鸭子奶奶，您别急，我先帮您打给消防队，我们马上就到。哎呀呀呀！啊，拉布拉多警长，我可怜的孙子屁股就差点烧焦了，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，把纵火犯抓起来呀！鸭子奶奶，您说这是一件人为纵火案？当然了，哎呦呦呦，拉布拉多警长，上次这里失火就是因为斑马在暖炉上烘臭袜子了。没错，这回肯定又是斑马干的，我差点就被煮熟了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早就不烤袜子了。你看，你看，我的袜子都在这里了。大家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找出真相的。杜宾，我们先去斑马家看看。是。好臭，好臭啊！斑马家只有吊床被烧，不是这次火灾的起火点。接下来去青蛙家。报告，青蛙家只有浴室的帘子被烧，不是斑马，也不是青蛙，那就只剩鸭子家了。到处都被烧了，看来这里才是起火点。我好像闻到了证据的味道。我想答案就在床底。嘿嘿，又到我大显身手的时候啦。打火机，玩具玩具，我的玩具。真相就是造成火灾的人是小鸭子。这怎么可能啊！小鸭子，你刚刚是怎么玩这个的呀？我刚刚就是这样。天呀，原来是这样！天哪，真没想到呀！小鸭子，打火机不是玩具，火是很危险的东西，下次记得不可以玩喽。对不起，我以后再也不敢玩火了，再玩火我就变成烤鸭了。安全警长马上开讲。
小朋友们，要记得千万不能玩火，火是非常危险的。还有家长们，像打火机、火柴这种危险的东西，一定要放在小朋友接触不到的地方。一旦引发火灾，要马上拨打119，找消防员来帮忙。汪！喜欢我们，记得点这里按赞哟。犀牛弟弟被抓走了。柳丁，嗯，香蕉，耶，坏了一半的苹果，嗯，啊，哇，拉布拉多警长，你太厉害了！这没什么，我还闻到你已经有三天没洗澡了。你好，我是拉布拉多警长。拉布拉多警长，小犀牛弟弟被怪兽抓走了，快来帮帮我们！怪兽，小朋友别着急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拉布拉多警长，你们说小犀牛弟弟被怪兽抓走了是怎么回事呀？就是我们一起玩捉迷藏。可是后来我们找了好多地方，却怎么都找不到他了。听奶奶说有个怪兽专门抓不爱干净的小孩。小犀牛弟弟的脚那么臭，我们觉得他一定是被怪兽抓走了。小朋友们，世界上是没有怪兽的。等等，你说他有脚臭啊？这可是重要线索，我们循着脚臭也许就能找到小犀牛弟弟。脚臭，我闻到了。太臭了，谁上厕所不冲水？我闻到了线索的味道。什么呀，原来只是臭鞋子。我肯定小犀牛就藏在这里。小犀牛弟弟别担心，警察叔叔来救你啦。找到了！小犀牛弟弟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们以为你被怪兽抓走了。刚刚捉迷藏的时候，我觉得躲在柜子里你们就找不到我了。可是里面又黑又闷，我想要出去，门却推不开啊。小犀牛弟弟，捉迷藏时躲在柜子是很危险的哦，以后千万不能这样哦。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安全警长，马上开讲。小朋友们，捉迷藏时要小心，不能躲在柜子或者箱子里，
以免缺氧昏迷。也不能躲在沙发下或者夹缝中，以免被卡住。更不能躲在楼梯或阳台，以免跌倒坠落。我们绝对不能藏在危险的地方哦。小鸡弟弟失踪案。好急啊，我快憋不住了。哥哥，我想吃冰淇淋。我先上个厕所，你等我一下。冰淇淋，冰淇淋，等一下就能吃冰淇淋啦。小朋友，我知道一家非常好吃的冰淇淋店。我带你去吧。可是我不认识你啊，我不去。哎呀，我是你爸爸妈妈的好朋友，小时候还抱过你呢。你忘了？哎呀，快走啦，再不走冰淇淋都快卖完了。走，买冰淇淋去。弟弟呢？弟弟，弟弟。你好，我是拉布拉多警长。拉布拉多警长，不好了，我的弟弟不见了，怎么办呢？别急，小鸡哥哥，我们马上到。拉布拉多警长，刚才我去上了个厕所，出来就发现弟弟不见了，你一定要帮我找到他。放心吧，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。小鸡弟弟，小鸡弟弟，小鸡弟弟，小鸡弟弟。这是弟弟的玩具。他有可能还在附近，我们继续找。那个人东张西望，鬼鬼祟祟，小鸡弟弟一定被他藏在里面。站住！什么？居然不是小鸡弟弟？废话，看清楚，这是我的背。说话就好好说话，干嘛撕人家衣服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骆驼先生，你有没有看见一只肥嘟嘟、戴着格子帽的黄色小鸡？这个嘛，哈，想起来了，它跟着一只红狐狸往森林那边去了。不好，这个红狐狸很可能是诱拐犯，快追！有三条路，他们走的是哪条路呢？这里都是泥土地，一定会留下脚印，我们找找看。找到了，这是狐狸和小鸡的脚印，他们一定是往这个方向去了，追。冰淇淋店这么远，我不想吃冰淇淋了，我要回家。回家？你回不了家了。救命啊！不许动！拉布拉多警长。没有人能从我手里逃跑，把他带回警局。
安全警长，马上开讲。小朋友们，出去玩不能乱跑，不能接受陌生人的任何东西。陌生人如果要带你回家，一定一定要拒绝他。一旦遭遇陌生人的恐吓威胁，要在第一时间大声的喊叫，或者向周围的人求救。大家一定要记得哦。闯祸司机到底是谁？哇！哇，太厉害了！耶耶耶！怎么回事？你好，我是拉布拉多警长。拉布拉多警长，我是野牛，有人把我的车撞坏了，太可恶了！别着急，我们马上就到。野牛先生，拉布拉多警长，你看，我的车停在路边好好的，突然就被人撞成这样了。这可是我刚买的新车。野牛先生，你没有看见撞你车的人吗？我下车的时候，那家伙就已经溜了，我什么都没有看到。野牛先生，你放心，没有拉布拉多解决不了的案件。从受损的情况来看，应该是被另一辆车撞了。有发现？是什么？两车相撞的时候，一辆车可能会在另一辆车上留下车漆。你看这里，闯祸的很有可能是一台亮黄色的车。亮黄色的车。猎豹的赛车，我记得好像是这种颜色。一定是猎豹做的。我们要先调查清楚。我要找他算账！猎豹，出来！猎豹，刚才是不是你撞我的车？野牛先生，你别冲动！我撞你？我的赛车也被撞了！我的车今天一直停在这里，都没开出去过，竟然被撞成这样了。这辆是我的冠军车。没想到你也是受害者。到底是谁撞了我们的车？没出门也被撞，这一定有问题。猎豹先生，这是你儿子？是啊，这小子说他长大了也要当冠军赛车手。杜宾，请把之前在现场拍的照片给我。好。这两辆车的碰撞痕迹都特别低，一般两车相撞不会撞到这么低的地方。除非是一台儿童玩具车。猎豹先生，您儿子现在在哪里？我好像整个早上都没看到他。糟糕，小猎豹现在可能有危险。开得真慢，看看本赛车手的厉害吧。
危险！儿子，老爸，我快被你吓坏了！真相大白了，闯祸的司机就是小猎豹。小猎豹，玩具车绝对不可以开到马路上去哦。我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哎，安全警长，马上开讲。小朋友们，在马路上玩儿童玩具车是非常危险的，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，请一定要在安全的区域行驶，同时家长也要注意陪伴，随时保护哦。汪！神秘摩托车。嘟嘟嘟嘟。哦，绿灯了。红灯停，绿灯行。啊！啊！天哪，摩托车上怎么没有人？你好，我是拉布拉多警长。拉布拉多警长，我刚才过马路被一辆幽灵摩托车撞飞了。什么？幽灵摩托车？我们马上到。人呢？我在这儿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还好我的硬壳保护了我们。穿山甲先生，是你报警的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！我被一辆闯红灯的摩托车撞了，那辆摩托车居然没人驾驶，一定是幽灵摩托车。太可怕了！幽灵摩托车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放心吧，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，解决不了的案件。首先，我们得先找到这辆摩托车。是。只要有车辆经过，一定会留下痕迹。前面有水坑。这是汽车轮胎的痕迹，这是摩托车轮胎的痕迹，我找到线索了。哦，他一定是往这条路走了。追！这世界上不可能有幽灵。在那儿，开进箱子里了。追上去。可恶，他跑不了的。警察，乌龟爷爷，可以帮我们追上那辆摩托车吗？没问题，抓紧走。乌龟爷爷到底能不能追上啊？等着瞧好了。
我闪，我闪，我闪！屁股好痛啊！哎，这是在哪儿？哦，幽灵摩托车！停下来！原来是变色龙！危险！牛仔！你违反了交通规则，请你接受处罚。安全警长马上开讲。小朋友们，红绿灯是指挥交通运行的信号灯，红灯表示禁止通行，黄灯表示警示。无论是驾驶车辆的司机，还是路上的行人，都要严格遵守红绿灯的指示通行，不然很容易出意外的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！汪！白马王子臭屁案。亲爱的白雪公主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拉布拉多警长，白马先生，请帮帮我呀！你先不要着急，慢慢说。我会一直放屁，是因为有人故意陷害我呀！什么？请你一定要抓住他！放心吧，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。陷害我的人就是他，大象厨师。我上台前还好好的，吃了你做的蛋糕就拉肚子了。你自己拉肚子，为什么要怪在我头上？一定是你在我的蛋糕里下了毒，要不然我怎么会突然拉肚子？你一定是嫉妒我长得帅，就陷害我。你胡说八道！可恶的大象竟然还敢袭击我，快把他抓起来。等等，不是大象。什么？从这些用过的盘子数量来看，很多人都吃了蛋糕，但只有白马拉肚子，证明蛋糕没有毒。我就说嘛，还是拉布拉多警长讲道理，对吧？白马先生，除了蛋糕，你今天还吃过什么？还吃过斑马。我想起来了。找到了，今天斑马给了我一片披萨，就在这里。拉布拉多警长，斑马他一直想要顶替我演出白马王子，一定是他在披萨里下了毒。下毒？我没有。你平时一定很嫉妒我，所以才会在给我吃的披萨里下毒。我无法上场，你就可以代替我演出王子了。我没有。我长得帅，也王子，又有什么错呢？
你冤枉我。你们别吵了，有没有下毒检验一下就知道了。交给我吧。我憋不住了。算了，布鞋没差了。好饿。甜甜圈。白马先生，上完厕所要先洗手才能吃东西哦。没差，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了。报告拉布拉多警长，检测发现披萨表面有害细菌严重超标。斑马，果然是你呀。这怎么可能？斑马没有下毒，造成白马拉肚子的人是他自己。我怎么会给自己下毒啊？检验报告上显示，有害细菌都集中在手指接触过的部分。我想这些细菌就来自白马手上。白马刚才吃甜甜圈前就没洗手，手上的有害细菌通过食物进入身体，所以他才会拉肚子。我马上就去洗手，我再也不想当臭屁王子了。安全警长马上开讲。小朋友们，我们手上有很多细菌，除了吃饭前和上厕所后要洗手，外出玩耍、乘坐大众交通工具等都必须要洗手，因为不洗手，病菌就会趁机进入体内，我们就会生病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哦。谁偷了金剪刀？神奇金剪刀，让你的美丽从头开始。完美。太帅了，耶！我真美。哇，爸爸好厉害。不愧是金剪刀啊。慢走，下一位。托尼先生，我要剪这个发型。没问题。哇，神奇金剪刀，让你的美丽从头开始。剪刀呢？舒兰店员，舒兰店员，真是的，又跑哪里去了？我的金剪刀呢？剪刀呢？剪刀呢？托尼先生，这是怎么了？拉布拉多警长，我的宝贝金剪刀被偷了。什么？被偷了？你快帮帮我吧，没有金剪刀，我的理发店就要关门了。放心吧，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，解决不了的案件。你是说树懒店员和金剪刀一起消失了？没错，平时都是树懒负责收拾金剪刀，一定是他偷走的。为了来这里剪头发，我排了整整一个月的队呀！我现在就去找他。你做什么？树懒行动缓慢，而且刚才一直在厕所。偷走金剪刀人应该不是他。那金剪刀难道凭空消失了？
任何犯罪都会在现场留下痕迹，一定还有线索没找到。啊，这像是小朋友的手印。这是我女儿小马妹妹的衣服。我女儿呢？她刚刚还在这里呢。糟糕，小马妹妹可能有危险。我们必须赶快找到她。天哪，我的女儿。线索在这里消失了，我们分头找。小马妹妹。小马妹妹，小马妹妹，小马妹妹，小马妹妹。头发。这好像是我女儿的头发。衣服剪坏了，对不起。小心。我的宝贝女儿，你没事吧？爸爸。小马妹妹，剪刀是很危险的。你看，洋娃娃都受伤了，小朋友要等长大了才能用剪刀。我知道了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托尼先生，以后一定要把剪刀收好了。我一定会更加注意的。安全警长，马上开讲。小朋友们，剪刀、小刀等尖锐物品容易让人受伤，非常危险，千万不能拿来玩耍。在做劳作时，必须要使用儿童专用剪刀。家长们也应该把剪刀、小刀等尖锐物品放在小朋友接触不到的地方。大家记住了吗？汪！危险的电话。哇！看，飞碟！哇！我的冰淇淋！逃犯大棕熊，如有发现，立刻报警。嘿嘿。你好，我是拉布拉多警长。拉布拉多警长，我看到逃犯大棕熊了。什么？他在哪里？他躲在玫瑰路十号。你保护好自己，我们马上就到。这里到处都是灰尘，也没有其他脚印，看来很久没人来过了。难道……哦，拉布拉多警长，大棕熊来抓我了！我躲在隔壁的阳光罩。找到你了！
不是棕熊，是黑熊先生。有什么事吗，警察先生？我是来买蜂蜜的。太好玩了，我再用大棕熊骗骗警察。从这两次的出动情况来看，应该是小狐狸在恶作剧报假案。什么？这小狐狸报害得这么惨！哎呦，疼！骗子又报假案！快救救我！这次我真的被骗人！你知不知道报假案是违法行为啊？不，这次应该是真的。你听，有回音和引擎的声音，像是被关在车里。大棕熊，我是大棕熊，大家都怕我。快追！大棕熊，靠边停车，靠边停车。是警察？你？可恶，真难缠，我可不是吃素的。糟糕，警察要追上来了，快跑！站住！看你还往哪里跑！警察，我好害怕！没事了，已经安全了。以后要记住，千万不要恶作剧报假案哦。安全警长马上开讲。报假案是一种违法行为，警察会被派到不需要他们的地方，而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就得不到救助了。小朋友们，只有真正遇到危险才能拨打报警电话，绝对不能报假案。可恶的行车乱丢垃圾。啦啦，宝贝，你看妈妈今天是不是超级美？妈妈最美。你好，我是拉布拉多警长。拉布拉多警长，有人在马路上乱丢垃圾，害我撞车了，你快来呀。什么？我马上过去。好啦啦，拉布拉多警长，你看我的车都撞成这样了啦！我最宝贝的爆炸头假发也坏了。就是你把榴莲壳丢到我才撞车的。你胡说，我没丢。不是你还有谁？是你，就是你。
救命！不是不是不是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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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欧拉拉，一定是你！我不是我！好了，请不要在小孩子面前这样大吵大闹。我们可以透过勘察事故现场来确定是谁的责任。确实不是秃鹫大叔，他的车上没有榴莲的味道，嘴里也没有榴莲的味道。奥拉拉，不是他，那到底是谁啊？放心吧，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。又是榴莲壳，继续勘察周围。有发现！报告，这一路上发现了很多榴莲壳。根据这些榴莲壳分布的轨迹，一定是开往那边的车辆丢的。追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发现目标，注意注意，前方车辆靠边停车。乡下的榴莲我最爱吃了。停车，快停车。再来一块儿。危险！狗狗飞爪。果子狸先生，行车乱丢垃圾是违法的，跟我回警局接受处罚吧。我再也不敢了。安全警长马上开讲。小朋友们，行车途中绝对不能往窗外乱丢垃圾，因为行车乱丢垃圾不仅会造成环境污染，还会砸到行人和车辆，导致交通事故，是严重的违法行为。发挥公德心，从我做起，大家一定要记住。汪